I'm here. Neck, neck and shoulder massage. Okay, upper shoulder massage. Ya, satu. Terus. Ini bagus, ini untuk stroke. Ya, stroke ialah dekat ini dua saraf. Ya, untuk bagi signifikan sini ya, ada trigger dia punya saraf sampai ke seluruh badan. Yang ini juga tempat yang penting untuk bagi disyarat kepada sini. Gentel，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翱翔天际谈古今论道理，我是洪宇翔律师。今天是7月20号的晚上，我们第65次的喝酒闲聊正式直播，多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已经3100位读友在线了，3100位读友，但只有1100位点赞哦，还有2000位读友没有点赞。还未点赞的读友，记得帮我点赞这个直播，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看到。然后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很多气哦，今天喝一支的啤酒比较多气。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最重要哦，尽快帮我们达到50,000的目标哦。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讲题，就是学妹有人接种疫苗遭遇性骚扰的事情啊。最近很多负面的新闻关于我们疫苗接种哦，打空针越来越多影片有出来。甚至有阴谋论已经出现了哦，就是说我有好几位读友发给我说，洪律师你有发现吗？打空针的影片都是华人哦，其实不是啦哦，我看了很多打空针的，也有马来同胞，也有安迪，然后也有印度人哦，所以不只是华人而已。然后当然有很多谣言，打空针是为了拿出去卖，尤其现在有 standby list 哦，我之前就有一个讲题是讲过 standby list 给 clinic。给外面的去打，然后可以让人插队哦，因为有些疫苗打不完，今天开封了的疫苗要今天打完，打不完了，他们会有一个 standby list 可以 call， 叫你来打这样子，这些都可以有操弄的空间呐、啊，可以有操弄的空间，但这样子做是没有错的哦，当然它有操弄的空间，但是必须要这样子做，不然这疫苗就浪费掉嘛，打去人的身体里面好过，所以有阴谋论也说，他故意打空针是为了把这些疫苗留起来。拿出去卖、哦、其实拿出去卖我觉得不太可能啦，因为你拿出去卖你也要有卖 Sejahtera 才有用嘛，所以一定会有 record 的、哦、一定会有 record 的，所以比较可能的是放在 standby list 里面叫你来，然后我们跟着这些 update、哦、跟着这些来 update、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负面新闻。第二个负面新闻就是性骚扰、哦、越来越多美女、哦、你长得漂亮的或者是身材好的年轻的，你去打疫苗的时候，因为要过很多关嘛，我自己本身也打了疫苗，很多毒友都去打过、哦、你要过很多关，第一关你要先进去这个 PPV， 就是疫苗接种中心，你要先经过一个关卡、哦、有人会检查你的 MySejahtera 你才可以进去，进去了之后第二关你要 scan 你的那个疏忽你的温度、哦、看你有没有症状，这个是第二关，会有一个人在那里看，然后第三关会叫你填表格，给你表格，然后第四关会填了表格之后问你有没有过敏啊，你有没有吃药啊，有没有症状啊、哦、第四关，然后第五关就是讲解、哦、就是进到疫苗接种中心里面讲解，他会跟你讲你打了之后会有什么情况，你知道今天打什么疫苗吗这些，然后第六关你才打疫苗，打了疫苗之后还有第七关，第七关就是坐在那里观察看你有没有副作用，看你会不会晕倒，然后最后一关是你观察完了你还要离开，会有一个 guard 在那里，会有一个 rela 或者是 guard 或者是管理人员或者是义工啊，会确保你已经在里面待了20分钟才放行给你出去、哦、所以有八关我刚才数给大家了，为什么我这么熟悉，第一因为我打了嘛，第二因为我带我岳母去打了嘛，所以这些关卡我走了两遍、哦、所以我记忆很深刻，所以我数给大家有八关，所以八关这些很多都是义工，我们也谢谢他、哦、前线人员，然后都是我去了两次、哦、当然在槟城都是年轻力壮的啦、哦、因为也很辛苦啦，老实说这个工作要接触很多人也很辛苦，所以多数都是年轻的，我看的都是年轻的，我没有看到中年甚至老年的，所以年轻的血气方刚，看到美女可能就会挑逗一下就聊一下、哦、但是之前新生活报采访我
讲性骚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有讲到啊，开黄色笑话其实是要看你本身，还有看你开的对象跟你熟不熟啊，不然黄色笑话很可能就是变成性骚扰哦。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程度，自己的 level。有人说人帅性骚扰，人丑性骚扰，人帅就是聊哦，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是没有错的，差别待遇就是这样子嘛。我老婆或者是其他人，像我说之前我拿鸡排妹，鸡排妹18，或者是保时捷男，他跟他拍拖，跟他开房。那是保时捷男嘛，不是你嘛，你不能说保时捷男可以跟鸡排妹开房，为什么我连说一句挑逗鸡排妹的话就是性骚扰，摸一下你的屁股就是性骚扰，社会就是这样子啊，事实就是这样子啊，你是你，他是他，所以不要混为一谈，所以也不要乱乱开黄色笑话，因为这是一个很低劣的事情，你在抽水。我一直说哦，不管是政治抽水还是真正的抽水哦，去占女人的便宜哦，抽水就是占便宜哦。不管你是在政治上占便宜，或者是讲话上占便宜，抽别人的水，或者是你真的去抽水哦，都是不好的事情哦。我去应酬，有陪酒小姐，有 KTV 什么，我从来不会抽水的。林登，我刚才看到他有在直播哦，他可以作证啊，小明也可以作证，坦克也可以作证哦。我是完全不会抽水别人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课题哦，我们不可以占别人的便宜哦，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你明明知道，这个便宜是不该占的，你还去占，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哦。所以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昨天我有一个学妹，长得很漂亮啊，她应该是小我两届哦，长得很漂亮，叫可允呐啊，她去打疫苗，她打疫苗，然后就那些在疫苗的工作人员哦，疫苗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有开这些黄色笑话，就问他你有没有被啾啾哦，有没有被啾啾，就是有没有被擦哦。我的学妹就以为他问是擦鼻子嘛，以为问是擦鼻子，然后他就跟他说没有哦，就是我们有去 test 啦哦，swab test 是擦鼻子的嘛。然后他就那个人就比了一个拳头，然后比用手指插进那个拳头说哦，我问的是这个啾啾。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性骚扰，一个很明显的性骚扰，是没有转圜余地的性骚扰。当然他戴着口罩，其实这个事情在被媒体报道之前，我就在学妹的这个 Facebook post， 因为我跟他本身是朋友，不是很熟，我不要等人家说美女你就说熟，不是很熟，但是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了，有见过好几次面，因为我们差一两年罢了，所以我不是攀关系，是有一说一。就有看到这个贴文，当时我就想讲这个课题了。然后之后，因为我这个学妹，大家不要以为美女都是花瓶哦，这个学妹她其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哦，她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举办一个全国在马大里面其中一个最大型的活动，就是全国大专辩论会，给全马来西亚的大学来马大参与辩论比赛，她自己没有辩论。哦，但是他是举办这个辩论比赛的哦，他是副主席。但是当时我们都流传他其实是实权副主席啊，哦，他是真正实权主席是真正的主席，但是他只是当副主席的职位，第二号人物哦。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个比赛也办得非常成功，办得非常的好。然后他是怡保人嘛，哦，怡保出美女，他在怡保也办了很多辩论比赛，很多办了很多传承华文中华文化的活动，所以他本身也认识很多媒体的朋友，所以他这个贴文出来了就引来媒体的报道，所以你去看报纸会看到这个新闻哦。那位美女就是我的学妹哦，刚刚他在他的贴文，我还下面说底下我要去谈礼貌的知会他一下，还有跟他聊天了一下哦，所以是这样子，他被性骚扰了哦，这个是很明显的性骚扰哦。但是他这个课，他之后他打完疫苗上了车，他跟他的老公说，所以他已经死会了哦，有老公，他老公当然很生气了，想回去打教训那些性骚扰的人哦，因为这真的是很恶劣的事情。如果你是跟我的老婆说，跟我的女儿说，当然我没有女儿啦，我希望我有女儿，跟我的女儿说，我也很可能会生气打她哦。虽然我知道打她是错的，但是可允跟她的老公说我也认不出是谁了，因为他们是好几个人在那里起哄，然后都戴着口罩，所以他们最后决定去报警
所以当这个事情爆发了之后哦，爆发了之后，就是因为可允本来只是在自己的 Facebook 写嘛，哦，我昨天看的时候也不多 like，就20多个 like，但是他有媒体报道嘛，媒体报道了之后就引起大众的关注，引起大众的关注之后就引来很多的酸民啊，哦，我还特地有截图几个这些酸民的留言哦，第一就是说，哎呀，你没有幽默感，人家开玩笑而已，然后。就有说以为自己很美哦，人家要性骚扰你，然后说马来文水平不高，人家只是问你就你就以为他是性骚扰你，这些人都是典型的酸民啊。像我之前所说哦，恶意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在网络社会，不要对他人的评语太放在心上，因为这些人，你看他说的这些留言哦，其实是不用本的，他完全不用任何的本。就可以说出这样子的话，因为事不关己嘛，他就是来嘴炮罢了。今天我的学妹漂亮，哦，给人性骚扰。如果她不漂亮，她给人会不会给人性骚扰？也是会的哦。大家这个社会是有很多变态的人哦，变态的人，80岁的老阿妈、老婆婆都有人强奸哦。说不要以为你长得不漂亮哦，你就不会被性骚扰。所以性骚扰是无关美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酸民。哦，因为她长得漂亮，所以我之前就有讲过哈，我讲东野圭吾的书，有一本书叫《恶意》，东野圭吾其中最好看的书，然后之前讲其他课题的时候都有讲到，就是人其实很多人这个社会上都是充满恶意的，只要你长得帅，只要你长得好看，只要你有18，或者是像只要你会讲，或者是你有很多 followers，你就会引来别人的恶意。哦，别人就会来攻击你，然后他的攻击是不用本的，他们躲在键盘之后，所以我一直强调不要对这些人的留言放在心上。所以今天学妹长得美，这些不用本的人，他们可以说，哎呀，你以为你很美没？人家真的是美哦。首先，然后即便她不美，Come on，被性骚扰关美不美什么事情？哦，关美不美什么事情？所以不要说这种没有本钱的话哦。然后当然也有人说。你都认不出谁，你还去报警，这么浪费社会资源哦。之前讲性骚扰的课题，我就讲过，任何人觉得自己被性骚扰，第一你要做的是告诉他，你这样子做是错的，你已经性骚扰了我，我不舒服哦，请你不要再这样子做。如果他还是这样子做，你一定要去报警，一定要去 report。当然不只是报警啊，如果是在职场，你要你的上司投诉，如果上司包庇，那你就去报案哦，或者是去劳工局投诉。哦，一定要去报案，即便可能你没有证据，因为你被性骚扰，你不可能，普通人是不会拿着相机开着 video 到处拍嘛，跟人家讲话也拍，去拿杯水也拍，不可能嘛。所以你可能没有证据，可能像我的学妹认不出对方是谁哦，尤其现在戴着口罩哦，但是绝对要去报警。为什么？因为即便你可能对付不了他，不能给他绳之以法，你去报警就是有一个记录在案。哦，有一个记录在案，警方会去调查，当然也有可能警察不调查。但如果警察不调查，也会有一个记录嘛。如果警察去调查，哦，虽然最后可能抓不到人，但是会给这些人一个警惕，一个教训，他下次不敢这样子明目张胆的去性骚扰其他人了。这次没有证据，认不出你，下一次可能就会有啊。所以不要姑息养奸哦，这是我一直说的，也不要成为那些讲话不用本的酸民。今天如果学妹不去报警，明天就会有其他的受害者，而且不是可允一个人有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哦。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哦，接种疫苗中心性骚扰已经不是个案，已经不是个例了哦，所以大家要知道自己的权益。已经有很多人爆料出来有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就跟打空针的事情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被打空针了当然也要去投报啊。你不能忍气吞声啊！如果真的有什么 fishy 的事情，有什么阴谋在进行，有什么贪污的事情发生，你保持缄默，你什么事情都没有采取，你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哦，很可能会有其他的受害者哦，很可能会有其他的受害者。所以可允在这件事情上是绝对没有错的。大家可以去看可允的这个新闻，不管是 Malaysia Gini 各语文的版本。或者是我记得好像我看到《星洲日报》有《中国报》，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可以去看下面的留言哦，嘲讽的多，嘲笑的多哦，当然也有站在可允这一方的，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抱着这种恶意的心态来批评的。你看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柯云的、啊、像我是认识的啦、啊、我是认识，但是绝大部分这些酸民是不认识的。那为他们的恶意是怎么 生出来的？为什么会对一个毫不认识的人，而且他是受害者、啊、你产生出这样子的恶意、啊、因为你本身的妒忌心，你本身的自卑，你本身的懦弱、啊、别人做了你不敢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卑劣的行为，大家千万不要去做这种卑劣的事情、哦、所以这个课题我分享给大家，然后讲这个课题就延伸出一个 hashtag 啊，很出名的 hashtag 哦，是 Jujok My S My S My AZ 哦。其实这个 hashtag 我本身是不同意的哦。你看我打了疫苗，我有公布给大家，我也没有去拍那个照片。第一，我不想，因为我一个人去打哦。通常打了疫苗你会在一个照片一个框框之后拍照嘛，说你已经打了疫苗，我没有去这个地方拍照因为第一我一个人去打，我不想麻烦工作人员叫他帮我拍。第二，你这样子做风险其实蛮大的，因为那个板几千人摸过有消毒吗？我引到、哦、我怀疑有消毒。然后第二，你要把手机拿给工作人员，你等于多了一层风险。所以当时我只是自拍拍我的手臂给大家知道我打了疫苗，我就写一个文章跟大家报告，然后鼓励大家去打疫苗，这样子而已、哦这样子。然后我在那个疫苗的贴文也没有放 JujokMyAZ 的这个 hashtag， 虽然很多人放，但其实这个是一个类似黄色笑话的 hashtag、哦、它一语双关，因为 JujokMyAZ 就是打了 AZ 疫苗，但是你也可以读成 JujokMyS。这个 hashtag 一开始出来是一个 stand up comedian， 就是谐星所发出来的。其实他就是讲，他就是以一语双关黄色笑话的方式，然后这个很多人就用了、哦、就是擦我的屁股的意思、哦、my ash 就是我的屁股嘛、哦、擦我的屁股。我觉得这个 hashtag 是不对的啦、哦、你把这个情色的东西这样子一语双关的带出来、哦、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被视为一个性骚扰了、哦、所以这种是不对的，所以我本身不会去做、哦、当然你有这样子去做的权利了，之前没有机会说我把它放在这个课题里面来讲、哦所以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哦、不要去做这样子，这个是完全是最卑劣的事情、哦、就像我刚才第一个讲题所说的，你去欺负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比你弱的人，跟你去侵犯他人都是一样最恶劣最卑劣的事情、哦所以不要成为这种人、啊哦、不要，也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满是恶意的人、哦、不要、哦、其实你对他人，明明你不认识的人，然后明明他是受害者，你去做这种讨伐受害者，因为讨伐受害者是最容易的嘛。什么叫讨伐受害者？当一个人被强奸，你就说哎呀是你穿得太性感，哎呀你一个人跑去那边这么，你自己不自爱， come on， 他被强奸关他穿性感什么事情，关他一个人去那边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不可以去那边、哦、所以不要做这种讨伐受害者的事情，也不要去做这种酸民才会做的事情，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恶意的人、啊、我一直说当你不确定的情况、哦、这个人比如一个我举的很 classic 很经典的例子、哦如果有人来寻求你帮忙，你不知道他这个要帮忙是 genuine还是假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他是不是骗子但你看他，你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如果没有证据显示他是假的，那你应该往善意的方向去想他，他真的是需要的、哦、当然如果你有证据，你发现他每次都会来这边讨、哦、我们讲的话都一样，像去云顶去机场每次都会遇到说、哦、我的钱包不见了、哦、我要搭车回家，然后他搭了一个月人还在那边，这些当然就不应该给，但是你在存疑的情况之下，你应该给他善意而不是给他恶意、哦、这是第一点。第二，像柯允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根本不关善意恶意的事情、哦、他是受害者，你为什么要去讨伐受害者、哦、所以这个是做人的根本。我希望我的读友都很有素质啦。柯允我刚才有说跟他聊天嘛，柯允还说你看一下留言会不会有很多这些人，我就跟他说我绝对有信心了、哦、我的读友都是很有素质的，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当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啊哦我在讲的是来不及看留言的，但我对大家有信心了，我的读友都很有素质、但我们要把这个概念这个想法散播出去、让
大家都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好，所以第二个讲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休息。